随着前世的姻缘，我们相约来到今生。办这个活动，是对这个血癌的淋巴重度地中海型贫血，我们通称这些疾病叫做血液疾病。白血症嘛，还是没有药可以医，所以就是既有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他，就觉得还蛮不错的，也不会造成自己什么伤害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就是也蛮简单的，就抽个血，就是先配对嘛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救了你命，对，能帮助就帮助。冰不要，为什么？简单，是读书，硕士一年级。当下会那么想要见到？那说朋友以前分组有这样子的需求，然后就是朋友也转发，然后就想说就是留个配对的资料，对啊，那就是如果有这个机会帮得上忙的话，就是那个遇到手里面就有这个邀请，那就直接那个上他。这个是有一个 Google 的表单，然后它就是一个验血活动的预约系统，对，可以搜寻，或者是说可能透过人家网络上的分享，可以连接到那个预约系统，然后填完之后，这个记录可能就会传送回去，实际联络各地方的师兄姐跟那个有意愿捐赠的人联络，就再看是不是可以方便过来参加。在那个 FB 上面搜寻到。